哦，咱的主管，以及咱新闻媒体各位小姐、女士、先生，本会同仁大家好哈！今仔日是咱六月初三，礼拜五，嘛是本次定期大会第26次的会议。上午的议程是咱市政总咨询，向大会报告。今仔请假的单位是咱卫生局，咱的林局长。因为伊有代志去参加反毒的这个会议哈，啊由咱林副局长来代理。今仔日的议员质询的顺序是咱第一位陈文贤议员、林玉仪议员、郭秀珠议员，每人质询的时间有50分钟。首先，就来请咱陈文贤议员质询时间50分钟，咱的陈议员请。啊，大会主席，啊，杜少金议员，啊，陈秘书长，啊，迄、那个赖市长，啊，李秘书长，各局社的主管，新闻媒体先生小姐，各位同仁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今仔日呢，啊，拜托迄个办过，平安办过。啊，我今天首先呢，要问这个警察局啊，这个阮下营呢，这个市场，因为这个市场拆解真久啊啦，但是迄阵大位在分袂好势，我唔敢外插啦，因为咱无方便外插迄大位的问题。但是这个经费呢，已经保留2栋外，吼、哦，这个中间呢，啊，即阵这个。炸这个钢板呢？炸这个钢板，那像那透风来，拄到风台机啦吼，风台机透风来，这会去飞去去伤到人就唔好啦吼。但是这个因为咱唔是去老阿厝讲爱停偌久啦吼，拜托尽速处理这件代志，咱都已经有算伫遐啦吼，来较紧的吼，万个拖过讲后日。风台来造成一挂无必要的代志，啊，拜托回答一下。甲议员报告吼，因为这个市场吼，最近就是讲讲议员讲的讲吼一挂问题，也无阿多达成共识啊吼。啊，最近迄、那个吼上帝阿庙这边才5月25，甲咱最起要求的，比如讲吼，啊，咱来。哦，因那摊商所有拢同意吼，前摊位摊事吼，诶、欸，这个建筑吼，啊，是毋是讲哦，包括摊位分配，伊拢有达成一个共识，所以因相关的资料伫5月25吼上来吼市场处吼，啊，这个部分阮未来会甲市场甲迄个上帝啊，比如这边再来迄个签这个土地这个租约啦吼，啊，但是进目前吼，就讲伊这个市政府也未甲伊签约进前，这物件嘛是要上帝啊，比如的，阮有。正式给发文讲，叫伊吼，这个还未到市政府进前吼，这个围篱的这个安全措施哦，爱做好些。哦，最近佫有加要求吼，啊，希望讲吼，这个还未到市政府这边吼，这个时阵吼，这个安全措施会当做好些，只要给议员做以上的报告。好，真是，迄个准啦吼，因为万个拖上万来风台机啦，啊，尽量尽速处理啦。OK，、哦、这个我会来加强来处理。哦，来各位。这个即马吼，啊，干务局苏局长，我即马要请教，这个是这条路应该你足详细啦吼。第59线，因为住伫台南关，我当做议员，我得去为着这节路啦吼，拢无改善，啊，即马已经赖市长吼有改善一节，已经1,000,000得要做啊啦吼。但是准敢那规条路，敢那一区吼，吼，敢那一区的哦，敢那一区吼，拄啊一区100公尺，哇、哦啊！这只我即马就是讲头尾啊拢拓宽了，啊，敢那剩一区无惊青云车来吼，去弄对因地内就唔好，一区可能无介济钱啦，剩一区尔嘛，剩咧拢已经。完成哦，长都诶，昨日诶、欸，今仔日啊，今仔日有开要开公听会嘛？吼、哦，今仔10点要开公听会，
拜托这区尔吼，哦，拜托村这区尔吼，都甲阮改善一下啦吼，哦，拜托局长你坐落咯，坐咧。哦，即马过来啦吼，你看图啦，干部局长，你看看图，因为这个。恁事先讲叫阮来报啦吼，啊，阮已经报入来真久啊，这个路遮尼歹啦吼，路遮尼歹哦，啊，未去封啦哦，这因为阮公司送入来真久啊啦哦，拜托这六十三线的吼，阵路歹到安尼，你都有看，阮报的报拢未使了啦哦，拜托这个你再紧一个，这已经有公司入来，这你叫阮报入来，阮已经有报入来吼。你家坐落啦，过来六十九线啦吼，六十九线这条嘛已经讲偌久，你拢知影是台南县啊，讲到即马都偌市长吼，呾有促进要完成这个六十九线吼，这个火树小竹桥这站已经有咧啦，但是南平，那像讲南平一区吼。嘛无偏要征收着啦，这就是讲你头尾拢跨中一节下，这拢有较危险啦吼。过这个火烧竹桥啦吼，这个火烧竹桥当时要设计宽四米半啦，宽过大花吼，头两米较足啦，但是迄个桥设计遐宽吼。比一个电话条啊，迄普通的电话条嘛，差不多安尼尔啦。吼、哦，我就是要求讲啊，交迄阵有交立委来交五号专局吼，协调讲降两米半啦，到就近吼，唔知到底设计有设计袂啊，到底要成偌悬？哦，拜托局长即件交回答一下。南六十九吼，是因为有这个注意力的这个问题吼，所以本来是要求爱提高啊四米半，啊经过阮交水利单位的这个建议吼，啊水利单位同意照这个十栋的这个防水平率吼，啊算起来大概吼，当提高一两米半就会使，啊现在呢就照这个这个案呢在进行。哦，即马设计两米半咧，真诶设计两米半。哦，那安尼较紧来完成咧啦吼。好，你请坐啦。哦，你即马，这个这区吼，这区就是桥南，这个桥已经遮宽啦吼。哦，到这的宽，南平这个这区无拓宽吼，有那较惊、较危险啦。哦，啊，那迄、那个游览车，你看怎游览车？咱因为准公车嘛，公车在走啦吼、哦，这是根本两条车都无法度通休息。哦，你看公车走来拢过黄线遐宽。哦，即摆过过来。这个有可能吼、哦，农业局啦，因为这道拄啊无重划，甲水利局有牵连啦吼。因为这个桥啦吼，这个桥叫做蔡恒江桥啦吼，这个五十三年吼、哦，五十三年做的啦，准规个桥吼，拢歹遮严重啦吼。这因为这个生产期伫车物件吼。恐惊有危险啦，但是这个桥呢，我有甲嘉义兴善团讨啦，伊有印难啦，讲爱咱市府吼发公司去，伊要落来做啦，吼、哦，拜托这件才斗帮忙一下，因为这个桥呢，哦，桥都歹，你若从坐车到中桥，万不哩，咱嘛是对啦，这个桥事实这铁也拢劈开啊嘛，哦，啊，拜托咱。哦，那是看是要用工务局发，还是咱农业局发过？这是算产业道路农业
局的啦，这头尾拢无强话啦。哦，即马过来，过来这个吼，咱大屯保安宫啦，大屯保安宫迄阵吼，有三个单位去嫌。迄、那个会勘啦吼，但是社会局、民政局、甲公务局啦，因为为着这个吼，咱赖市长有哪足帮忙要互咱车提去，但是拄啊车到遐吼，后壁块地买袂落，所以这块楼梯处啊呢，拄啊砸着一间的庙门啦吼，砖头非常的吼、哦，非常的歹运。已经倒真侪人，拢彼阵拢保持三个，一个出来，随个倒一个，拢有少年的，有老的。哪讲拢老的，拢无话讲啦吼。现即阵嘛，佫倒一个，李长造成甲迄李长勇强强吼。迄阵咱赖市长捌去，你就知讲李长勇强强。阵现在李长已经哦，人身体有哪欠安，袂啥出来啊啦吼。啊，大家咧要紧者，咱迄阵有送一份定情书啦吼。林政书有四百几个人数啦，这小钟头会当四百几个人数，你甲看吼。咱这个庙门啦吼，庙门有五个庙门，咱阵看其实四个尔啦，杂这个庙门啦吼。啊，因为关的这吼爱改善这个楼梯处啊尔啦，伊北边有路要互咱去啦吼。因要求是讲，咱若起户啦吼，无去。准人去，伊若要甘愿要来扣钱来拆这个老里厝啊啦，我就讲，迄唔正钱哦。咱规是市府，迄个咱市府的财产嘛，哦，咱市府来甲处理你的啦吼，迄、哦那个唔正钱来甲完成成的啦吼、哦。但是准这个三局呢，都伊讲公务局哦，都第二是这个民政局、社会局。哦，等下我这张诶，搁送互恁啦吼，即、這个连迄、那个连叔叔啦，尽速来处理这件代志，因为砖头吼，迄阵啊真正倒足侪人啦吼，咱看到嘛心寒啦。你张勇行行向阳即阵嘛，身体欠慢，本来呢，因今仔日讲要请两台游览车来，讲唔免啦。哦，咱市长吼，甲、哦、咱局长会重视即个生命财产吼，这唔是足大个代志，因会处理啦。哦啊，这个问题呢，我看拜托对一局，要起来甲我回答啊，接一通的副本啦，赶紧尽速处理啦。哦，恁三局看对一局要来甲接这张哦，定情书啦。哦，本者因今仔日哦，因是讲要请两台游览车来送这份，我唔免来，我送就好啦。啊，三局看对一局要出来接啦，无我唔知对一局。哦，要接这个定情书啦。因为这吼是砖头的地啦。过来吼、哦，啊，别请民政局长吼、哦，因为阮诶，你坐落听落啦吼、哦，你落去啦，你看一拄阮诶啊，这个灵骨塔啦吼、哦，打起偌久啦吼、哦，这贵个这贵抓笔痕啦吼、哦，这拢笔痕啦吼、哦，这贵个拢笔痕，这拢笔痕啦吼、哦，这拢笔痕啦，但是一寡祖先人一寡祖先藏伫遐吼，有那惊讲咱即马吼。不是咧地动啦吼，惊万不一啦吼，啊看要来安怎来补强遮，打这打起无偌久嘛，吼、哦，这应该爱来哦处理的啊、哦。是，
甲议员说明啦吼，因为即个情形，咱是啊，爱甲议员先说明讲，即个军裂即个情形，毋是因为今年呢，迄个2206地震的关系吼，这是进前个已经有啊。不过一地震煞，咱嘛有请技师过去确定过，咱即个结构无问题。啊，不哩个，因为外口即个外表安尼，当然会和地方遐啊造成一寡啊看到话。民众会较袂安心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啊，咱会话啊来阁做一个啊修整理吼，啊，互伊话，互伊互咱地方的人会当安心安尼吼。哦，好，真济。因为这吼，大家咧反映啦，因为打起不落久嘛，这台南县的是台起的啦，吼，啊，咱即马比台南市南吼，即马过这条啦吼。这条可能伫这个地震局嘛，哦，地震局交水利局有牵连，哦，你甲看这个阿妈坑遮细啦吼，这台南县的时阵吼，啊，这阵嘛是台南县水利局咧做局长啊啦吼，哦，这台南县的时阵做的啦吼，这个阿妈坑遮细。这条沟甲做只宽，吼、哦，这条沟做只宽，做宽是无要紧，但是这条去，直去，吼、哦，你甲看尾啊，拢无回转盘人倒转来啦，哦，所以一边去拢爱，即马拢大型的车在收工在农产品嘛，所以袂当倒转来。咱原来伫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12米的桥吼。哦较早有一个12米的桥在往出入啦，啊，迄阵做甲做遮悬，啊，计车咪怎啊吹飞去，啊，这甲做遮矮嘛，车嘛袂当过嘛，无法当当细啦。我希望讲吼，这个吼，这个最高都无遐宽嘛，无遐悬，甲做遐悬起哩，吼，啊，要叫恁农业局吼，叫恁即马都是恁这个无叫干部，这个准吼。水利局有去会勘，讲是恁的，这拢恁有去会勘过，看啥物人会忘，讲这个小铁人怎啊车去拢袂当当坐嘛，吼、哦！啊，恁两局看啥物人要回答，这个桥啊，顶在做12米宽，通让会当入去回转，吼、哦！也甲放我桥地平，啊，那是要讲照迄阵水利局讲的吼、哦，水利局讲啊，讲爱。天管去啦，哦，天管去，敢那走这路就不止啊，侪钱啦吼，佮遐远上管嘛，歹去路啦，哦，拜托即件呢，哦，来甲改善一个12米的桥啊，这无偌侪钱啦，哦，啊，互校准现有路边管，咱唔免开遐侪钱啦，哦，啊，我先请啊，水利局边个长，感谢陈议员关心咱大墩中排整个的迄个改善啊吼，啊这部分呢、啊，因为这条排水路目前伊的土地所有权嘛是伫水利会，啊照这个规定吼、啊，就是讲咱这个乡诶板桥的改建是水利会同意咱就会当做，啊因为迄两边的迄个道路吼、啊，目前是迄个算讲是中卫区农地中卫区的道路，所以照。进行的分工是地震局来啊做改建啊，所以公所这边已经公文报去到地震局啊，阮会参地震局啊，过来参详看要安怎吼啊经费啦，参这个要改建的这个啊设计吼，到底要安怎来赶紧来进行，这阮会参啊地震局吼赶紧来协调。好啦，恁这个正协调一下啦吼，无买啊遐吼工作久啊啦，啊这个。水，你请坐啦。水利会吼，水利会有去会勘，讲迄毋是因的啊啦，吼，迄是咱水利局做的啦，吼，交因无牵连啦。伊恁去安怎做，因无牵连啦。这我拢有叫去会勘过啦，所以是咱水利局交水利局即嘛是替乎地震局啦。啊，恁两个都落去协调看，这个桥啊，啥物人要来改善这个桥啊？唔茫讲一挂车辆吼，迄足长的吼，一去到尾啊。中无做一个桥啊吼，云有回转人倒转来，12米的桥云会当回转倒转来，实在是吼、哦、一挂做事人吼足艰苦出入的啦吼、
即嘛水局平局长，即件吼，即件伫实在讲啦，即是伫阮下啊咧出入过南昆新吼，拢伫即个所在吼，爱经过南昆新啦吼。啊，因为即只咱五河川局有讲要甲咱做堤防吼起来，吼起来袂淹水，像即。哦，小可落一个雨，敢若一个海涨啦吼，都水袂当过，爱走过咸，走咸下当过，规张拢咸水啦吼，安尼是造成无方便啦吼。这个原来就是讲吼，原早路是伫庙迄边较悬啦，啊，即马煞去庙用去，咱路怎啊甲刷出来啦？路刷出来，既然你只街吼，迄、那個、叫。五河全局吼，啊来甲做个悬起来，啊做个悬起来吼，啊内底头插头两米左右的悬度啦。但是这个水利局，迄、那个河全局要做爱做三米悬，先做做、迄个那像护栏啦，吼啊咱要做两米就会使啦，哦，迄、那个爱甲这个做个过啦，伫南昆新这足济。去吼，车拢袂当走，拢搁倒转来啦。哦，这你着看，小可落一个雨吼，这水就遮甜啊啦吼。迄只足低，敢若海涨就会涨起来啦。哦，我做些报告啦吼，主要是因为这条路目前是伫啊吉水溪的行水区内底，所以阮嘛赶紧去会勘吼，招五局来会勘，进就是五局今年特别做一个吉水溪的检讨。所以伊要甲伊个行水区吼，甲这条路刷出来，安尼对这条路未来要加管改善吼，对当配合伊个整体治理计划来进行。所以这个部分吼，已经有参与五局啊讲了啊，因随咧检讨，今年在检讨，检讨出来吼，阮这个。哟，这样拜托，较紧个，无留啊，迄都袂当个啦，请坐啊。哦，今个个过节啦吼，这原在这六合专局来做的啦吼。伊过去伫将军溪溪尾，一直用倒石头的，阵咱们溪尾吼，迄石头愈作侪咧，含巴掌角拢咧中啦吼。啊，即嘛起来这讲做生态关怀吼，才用石头隔啊。外口留遮侪草啦吼，吼，遮恁侪草吼，这野草啦吼，那水来原在无采咱咧拓宽啦，这看要安怎修正哦，沟下较洼咧，啊草吼，小我整理一下啦，无即落都，哦，咱溪埔袂当插甘蔗，袂当个这亲像甘蔗遐个硬。无随便盖倒落啦吼，咱因为堵水堵到真严重。你假设讲北平平，伊当时拢要设计安尼，遮石头叫车来，遮石头叫车来吼，叫用石头过落。北平石头还袂车来，迄阵迄个何局长吼，怎啊向赶紧改过吼，拍平吼，这拍平起来加偌水，还佫加尽量啦吼，加尽量。所以呢，嘛无较侪钱啦，算个。电脑较省，袂较济啦。因个关系吼，你一下袂偌济人马矿固定嘛，你石头吞较济落都唔知嘛。我阵有甲阵现任个蔡科长讲，伊唔知啦吼。尾啊才贴石头过个，讲下底有米字啦。我甲讲若一米，我是一啦。我现在去咧顺，我知影啦。吼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吼，咱做安尼吼，做安尼。那像无采咱咧拓宽，这草安尼等于拢白水袂当流啦吼、哦，啊，这才想办法处理一下啦吼。单议员，借我一秒钟吼，咱即马啦吼，伫咱的观视台吼，是欢迎咱日本岩手县议会诶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吼诶到会指导哈。好，谢谢，来，吴娘娘介绍。即嘛吼，这是河罗比的北口的出水口啦吼，北口的出水口吼，因的关系
这个日本时代做的这个我们说的叫防空啦，它淹水很大落的啦，但是准这吼、哦，像这已经南阿公拢憋去啦，这准啊叫放落啦吼、哦，这是叫水利会吼，顶、哦、届有协调水利会要来做啦吼、哦，但是话讲爱做大堤岸，我是唔好做大堤岸啦，做大堤岸你做开起嘛是真的，因为咱南平有出去闸门溪落，北平是到水位才好满出去，要好主动满的袂啦吼、哦，所以这个爱做主动满。诶，咱嘛爱做起，袂使，即已经像即拢规个拢憋了嘛，迄、那个拄啊好，迄、那个炸咧啦吼，无即规个拢憋了了啊，即有危险的所在啦。吼、哦，叫水利会，即是水利会的抽水池嘛，抽水水池是水利会的，因爱赶紧来做即个物件。你甲想落来狗啊啦吼，吼、哦、落来狗啊，遮尔细条啦吼，哦，遮细条，即、這个。那准哦出风坑，我来规疆规片一挂农作物啦吼，伫边啊人个私人地农作物拢共生了了啦。咱这条高啦吼，咱到底来测量看偌宽吼，来赶紧来征收这条，来处理这条高河较宽嘞，河水落来较袂讲无偌济水就讲淹去田去，无这无偌济水落来淹去田去，连角流去测啊解落吼这。百姓的损失有哪相当多啦，哦，拜托这个吼、哦，有哪甲咱重视这个啦，哦，因为吼、哦，这农民自早拢在反映，哦，啊，这是唔是徛这个闸门，这个门啦吼、哦，这水利会爱做的，咱该甲反映，和水利会来处理这个代志啦吼。哦，过过一点就较上清楚啦吼，他都爱炸嘞，这拢憋甲遮严重啦吼，憋甲遮严重，哦，憋甲遮严重，这已经吼拢无力啦啦，这铁啊拢憋开拢凹去嘛，这规个拢凹去嘛吼，这叫个爱水利会爱来甲咱做做嘞啦吼，安尼咱感觉讲较心安啦，袂讲带哩满刀硬啊，吼、哦，包括家里客家吼，那迄、那个。这个叫放落啦吼，对这座山路的边啊呢，啊，拢总有足大的影响啦，哦。今麦过过来这咱打造迄个五河川局发包的打造好啦吼，规条路拢安尼，这应该要保固的期间啦。报告的期间，这吼会当甲反映五河川局吼，恁发包去，这应该来征收五好啦。吼、哦，规条路吼，就安尼，迄车若开过啦吼，迄像这吼，拢骑落车底啦，吼、哦，拢会骑落车底啦。啊，这若骑倒来嘛，相当危险啦。吼、哦，你甲反映五河川局吼。哦，这件啊，将军溪。吼、哦，这个梯花啊是迄个老旧做诶、欸，啊，然后老砖脚，老砖脚。啊，我赶紧吼，找老旧赶紧来回看，因为这那是这真正危险了吼。有、哦、有、哦。而且这应该拢伫报告内底啦。有、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我来赶紧来请啊老旧赶紧来招包厢这边赶紧来啊自己的改善。有、哦，这一年判个真严重啦。啊，像个鬼仔吼，啊，江阿尾排水啦吼，江阿尾排水，这个起哩吼，有一张青啊淡落来啦吼，啊起哩遐吼，迄、那个岸已经有不利去啦吼，那要做这个文水桥啦吼，要做这个文水桥，咱爱先做做过吼，先做来个修整起来，因为迄张青啊都会爬着啊。会逼破迄个，换迄张钱啊是家己发的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无人去管理啦。人讲，因遐反映讲甲错错的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正新纸这个吼，因为这个刚刚买排水，伫长阿寮对提收足远的水落来的啦，哦，所以今嘛这个得爱做一个主动水门啦，万不哩顶时的水涨落来会底抽袂哩，袂阁接起哩，因遐啦吼。哦
啊，若会动呢，先做设置个抽水站板，不哩通抽出去啦。无因为遐地势较低嘛，拢淹水淹到过去吼。迄阵是台南县，你都知影哦。遐拢食水食到，大家拢哦，拢做个规个小臂啦，哦，即个钢背啦，哦，大臂啦，遐都拢足严重个嘛，哦。啊，即个若做，真是那拜托甲做一个抽水站啦。哦，个过，哦，都做是做哩，即个桥，即个桥，即个桥会先做做个，那做即个桥会先做，因为路拓宽出来嘛，即个桥伫内底面嘛，即个桥会先做做，啊，真是那做一个抽水站，哦，河梁接过啦，哦，安尼咱只生命安全，百姓生命安全，哦，下卡。较好分分啦啦，吼、哦、啊！这样拜托，这这个啦。啊，甲伊做一个报告啦，吼。因为像这几条排水哦，拢是算讲是满到排水的支流。啊，因为迄拢是啊，即、這个水管所、水利署的水管所有一个整体综合治水规划。啊，阮的了解是，这部分吼、哦，因是要用背水堤。背水堤来做处理，阮会过来参啊水管所吼，过来确定者，看即个整体整治即个方案吼，对一种较好吼，买请啊宜泽吼啊，到时咱会勘的时阵，甲咱指导者。哦，请坐。即马问即只吼，可能有较歹势啦。即因为吼，后礼拜三，譬如讲后礼拜三。要发包啦！我这礼拜拜五吼，我知影这件代志吼，我赶紧敲电话。迄阵咱即落李秘书长在做个啦，我有敲电话入来啦。但是因有去会勘啦吼，讲迄只站袂调啦，那加两笑起哩吼，可能还站袂调啦吼。安尼所以迄条九百几万甲发包出去啦吼，啊！个鬼，这样，哎，啊，哎呀，那张太无看，哦，即马遮啦吼，这条我做议员的任期来做诶，吼，你看这。这条有用无啦？吼、哦，这条拢无歹无裂痕，这白相烟梯也做起来。要你甲发包落去，要阁拱起来，顶再做哪咧引起地啦？但是水尾这呢，吼、哦，这背水的无做的，恁唔做啦吼，唔、哦、做，要来甲发包这十九百几万，甲发包出去啦。落尾再去讲安尼，因错误，因叫无地啦。啊，当发包出去这条经费吼。已经是实在都发包出去了啦，啊，要安怎？迄条钱中央落来也唔做啊，即个钱了嘛？即因去去买啊，才讲即个修一条两边吼，做游行搞起来会搞啊啦吼，哦，做舒适的你看做哪呢？迄水咧流偌紧呢？啊无，拢无过江，啊要甲拍开顶再做，啊买啊呢？买啊，即只拢无做，买啊即剩一空啊，哦。这正无落去做啦，那安尼是毋是讲这钱较浪费啦？吼、哦，应该做，咱爱做啦，不应该做的呢，咱爱。所以我拜五知影，我随叫电话，吼、哦、啊，因过过会勘讲这站袂调，讲你若站袂调，我这讲嘞，我一定吼，恁讲嘞，怎讲这下底白相烟梯啊？遮尔用佫站袂牢，无咱即嘛要控啥个用，拢无变，规座拢无变啦。哦，啊，拜托局长你，迄阵这是咱台南县做的啦，迄时阵做的啦。啊，甲伊做这些报告了吼，所以伊就发现这個问题，阮就赶紧现场吼，就先去试恶啦吼，就看到底伊的基础是甚物款的基础。结果发现讲，其实伊的基础吼参。设计公司吼、哦，伊原本想的是无同的，真正是较窄，所以阮这个部分吼、哦，就已经有做一个调整了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即就是用纸筋加高的方式，应该就会当达到咱的保护这个标准啦。
所以阮的这些条件可能就袂讲像原本吼、哦、被定做，就是讲用迄个资金加高的方式来处理。啊，头拄啊讲迄个下游迄节吼，咱的经费的部分，阮阁来想办法看要安怎来做一个调整。即嘛是安尼啦吼，咱的九百几万啦吼，迄、那个加两小罐啦，唔免遐济钱啊。啊，咱原在伫迄条排水啦吼，啊，你即嘛都做迄条钱吼，下过做下流啦，哦，做过做下流，望龙威的钱，我中央收到当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拜托局长吼，即小我重视一下啦吼。哦，你若像我的意思，就是讲在做这条将军溪，当时我就讲爱像安尼做啦，像安尼做，你拢钉，迄拢有钉起来落，横啊钉起，起来落落，啊起来，正灌南啊矿，啊白铁啊灌洞路墙起来，正打平啦吼，这保证用吼，搁、哦、耐用。你像这个化妆桥。诶，西平面迄啦吼，迄会使讲做要几百年诶啦，迄阵也未歹咧啦，迄拍片也未歹啦吼。啊，你若像安尼做起来，即落一定足健全啦吼。那做这吼，落尾设计遮吼，这伫满头大白诶上流啦吼。我是讲安尼哪来哪有进步？尾啊贴石头，来用石头膏啊来，迄、那个诶、做。发包石头割出去，我都甲迄阵甲何局长讲吼，你用石头割无破啦。尾仔十本正要甲何局长讲，伊就要退休啊啦吼，叫我好啊退休看怎做。上尾仔十顶七米半的基础起落，灌一米哈利起来动，迄石头怎动有掉啦？哦，伊讲我安尼，哦，伊会接受啦吼，啊，伊好啊退休啦，佮过来爱拢发。这设计拍平的啦，过来，这个六合川局吼，迄阵迄个副局长吼，佮家己发包吞石用石头的啦，所以落尾正他拄啊吼，起啊了遐，我改两标过拍平的啦，北平平佮南平平吼，你著知影讲好安尼，咱差真济，但是迄钱无较济，决定无较济，因为迄矿一撮高，啊你石头填遐恁济吼，石头阵无俗嘛，吼、哦，咱要做。做好健全，啊，为地方的利益，啊，来处理好，啊，为着百姓的生命安全啦吼，咱这较重要啦。哦，即摆过来吼，这农业局啦，哦，副局长，你即摆看一下啦吼，咱这个所在。哦，这个所在是已经拢偏了主题区啦，哦，已经偏了主题区。但是这百姓呢，哦，因无规划嘛，无规划像这中心镇啦，吼、哦，拢定好啊嘛。因无规划，啊，准因咧做事，啊，一寡农保拢甲退掉啦。你要甲退农保，你唔着看你甲规划落，以后咧做事无拢总做事嘛，哦，拢总做事这农保吼，你爱叫。农会确实恁去巡，伊有做实无？吼、哦，这老大人，农保保足久啦，向你甲规划咧，伊这个实际上都拢咧做实，啊规划落。恁若讲后落，你规划落，恁路沟啊拢甲开垦好啦，吼、哦，安尼也佫有讲拢总无开垦，啊就怎啊甲断农保啦吼？即、哦、就是咱像对在。做事人，这老百姓哦，较无公平啦，哦，啊，拜托局长，这件加回答一下。这件哈，随上阮这边车，我呢有去甲了解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迄相关的我呢有去做伙去看啦，啊，即摆就是安尼啦，哈、哦，可能就是讲伊这个虽然讲边定哈，做这個主题区，啊，实际上哈，伊也无。建设完成，还是讲伊要是咧从事这个农业，啊，所以这个吼，用申请者吼，提一张迄个申请表，吼、哦，按照迄申请表三十农法条例38条第一项，
第一项两款的迄个规定吼，去申请一下，恢复家暴做迄、那个就是家恢复家农保啦吼，迄个送互迄个都发局，即负责资料去哦农会安尼对使。恁我甲你讲啦吼，因为伫关店像即个经营啦吼，恁爱直接拍甲农会讲，即个唔茫讲退保啦。直接要泡浪费，无爱这安尼个，实际上吼，伊咧新扎的是吼，新扎是爱加相关的这个资料啦。所以咱资料加付过，吼，那迄类的是，我会搁加。你讲要安怎申请啊？迄、个申请者吼，伊有一张迄、那个申请表，申请表吼你。迄是有两款啦，但是你要加保的吼，你怎啊迄类爱送个多发票？我加迄个福报啦，唔是讲对，恢复啦，福报啦，伊迄个农会吼，伊就会去看，迄个表送去给伊，农会伊就过去看，讲是。这是关店啦，唔是啊，哦，关店嘿，关店工业铺的边啊啦。关店工业区的边啊。安尼，你就甲迄类啦，吼，若有困难，你才去联络我迄个农业局去。唔是，即落是讲。一寡老大人，你啊，农保足久啦，请坐，农保足万久啦吼，也怎啊卖无啊当个农保啦，吼，怎啊拢要甲退掉？这个吼，你敢知影讲为了要退掉，吼，去共借钱去买两分两正会当个农保，所以万叹个，我共借钱来做时阵吼，做也袂啥好，袂啥趁钱啦，吼，都亲像迄日今年在。在摘以外啦吼，加山仔的啦，奶精的啦，这可能大损失啦，所以迄日去看就是讲，即马山仔是，我甲讲两项唔免赔啦，你去看规个拢草，芒啊田，这你无整理，这都唔免弥补伊啦，摘两三冬的，这都嘛当咧加生尔啦，这都唔免赔，春的、新的拢发只长啊。迄已经各拢落掉啊啦，各拢落掉啊，伊就到农委会来看嘛，因讲迄个拢全面要赔倒，咱就爱对知影讲，这个来源袂使干咱准去，我有看过，才要赔你，一个就落了啦，去我嘛用迄有落过的互看，这落起来得吐新风啦，所以有就拢有啦吼，无这会引起讲吼，有大细汉啦。安尼才有公平啦！这个灾害的认定吼，为着吼减少讲这个就是讲看的人无一致性啦吼。其实阮拢已经有做过讲习啦吼。基本上就是讲，就陈议员所讲的吼，这款的情形吼，之外就是讲你无管理的草啊、花甲吼、拍甲呢真旺，迄唔免吼。另外就是讲细长的迄根本。种个一两冬个迄也袂开始吼生果，即款个即排毒以外，其他吼你若假使讲有好个管理吼，应当是拢会抽花啦吼，若有抽花，原则上都是会使改迄个认定吼有灾害吼，即阮会注意吼。即嘛个一件即无道个啦吼，因为你请坐听落啦。歹势，互恁徛啦，因为我咧徛较专门，因为我做穑人啦吼。迄个我来请示讲，咱即个台南市啦吼，大台南市到阵因即牵网啊、掠鱼啊的吼，拢咧反映啦。因为关的嘉义布袋客拢总新顿鱼礁类啦，因为咱遮拢无顿鱼礁吼。因为较早伫台南关之前有冻嘛吼，已经有埋落啦。因为无鱼胶，但我鱼啊味呢，袂当腾炭鱼啊惊出来啦。吼，伊平地水咧流，袂当腾炭，人因都下底有通个味，才会当腾炭啦。是安怎咱遮袂当炖鱼胶，敢若全省茫茫个，敢咱台南市无炖鱼胶啦。但是我即嘛是讲炖鱼胶。咱唔免落去转新的所在啦，咱旧地有鱼焦店，咱拢知嘛。你若转旧鱼焦店咧，加省足侪钱啦，吼，好会当腾炭鱼啊啦，
吼，安尼对咱吼，在渔民啦吼，海口的渔民会有一点啊保障啦，吼，安尼较好啦。搁一点啦吼，因为咱遮就是较平啦，吼，咱遮规个海啊拢平啦，吼，所以无鱼礁无当腾脱鱼啊，吼，就近拢掠无鱼啊啦，即网啊拢掠无鱼啊啦，但是即阵。所以伫高雄市啊吼，高雄市本来十二只船客咧拖啦，拢客伫咱这方面咧拖啦。因遐嘛讲，也都咱遮都无等伊招高雄的，伊较有迄落下底落过少嘛，较袂牵制咱遮较平嘛。即阵现在也十只客伫遮咧拖网啦吼，所以都在渔民吼，即牵网啊啦吼。啊，有咧怨叹讲，啊，咱遮家己都煞总啊，唔免上专家，无你下晡就去将军鱼港甲看啦吼，去遮鱼港甲看，咱遮所掠入来鱼啊，足少啦，吼，足少。啊，这个鱼啊，别位来砍是无要紧啦，吼，咱嘛会走过人个界港砍啦，吼。但是，准就是讲咱遮问题无当鱼礁，无当腾脱鱼啊，啊，鱼啊咧会。所在呢，拢有一个固定所在啦吼，固定所在，腾团起拢伫迄只、套只啊，伫只出来才有当掠鱼啊啦。所以吼，有那吼山顶、山上嘛爱顾啦吼，啊平地即农作物咱嘛爱顾啦，海口靠掠鱼专家的啦吼，咱嘛是爱顾啦。所以呢，吼大家互公平拢有饭人吃啦。安尼上好啦，哦，啊，拜托，啊，局长，这件，甲回答一下，看有要等伊交无啦？多谢哈，陈议员对这个渔业的这个关心啦，哈，啊，咱台南市这边只原来的台南市的这个外口哈，咱拢总有三座的这个鱼礁，好，啊，这鱼礁哈，啊，咱每一年原来拢有争取经费，甲只迄个。啊，捏这個网啊，拢甲摕掉，吼，啊，好，这個鱼啊生团。啊，咱即摆就讲台南县呢，哦，以北就是咸水溪以北迄台南县的这個部分，吼。啊，我嘛是有想讲吼，要去甲当这个鱼礁啦。啊，但是吼，即摆就是讲渔民吼，伊无同意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部分我才过来沟通，好不？你讲这啦，因为这个无同意啦，吼。嘿。这有两方面啦，无同意的，就是因为话牵网啊，讲爱揢到啦。对啦，对啦。但是你鱼礁伫对一只，你网啊就茫牵坏啦，哦。因遐拢钓地去甲牵哦，袂通拖嘛，哦。所以恁下底遐网啊吼，网伫恁袂当让鱼啊入去的，迄个别类人拢来挂了，也鱼礁拢断了啦。干那咱县的台南县。啊！甲台南市，咱即马就无分啦。台南县市对一只有店，你照迄个店甲落过来，通互米鱼啊啦，吼、哦，通互米鱼啊，啊，通互腾摊一挂鱼啊，吼、哦，无准甲看。你即马对布地甲看落来啦，吼、哦，即渔船啊，是安怎维渔船拢要卖，啊，都掠鱼啊，油个是讲油补上啦，啊，无实在拢工钱袂得啦，即。这牵网啊，出流子牵无啦吼，啊未得啦！拜托这个吼，有哪位海口小可到哦到关心一下吼，我下当补充一寡落去，即鱼礁哦，无几个鱼礁嘛，台南市才出了无几个鱼礁嘛，你搁甲落几粒啊落去吼，因就会当点水，迄只会当点水，通米鱼啊啦吼，安尼。我尽量来做。有，啊尽量。尽量处理啦吼。啊，剩这分外钟吼，我才拄啊讲的吼，我慢搁讲话啊。啊，即卖关于这个大墩这个吼，爱先甲促进一下。啊，拜托市长吼，你这段期间吼，我事实真感激个，你真认真吼，真认真啦。哦，啊，若讲要抢你个吼。我考出唔一个甲你娱乐的实际，吼、哦！我讲要找像这个，真正无当找啦。
家即阵，我咧讲我家即阵，吼、哦，也唔知因太太生做安怎，因为因太太从我转去高雄食头路嘛，拢一切伊代替无，诶，即代表讲咱民进党，哦，即段期间所选出来无选唔对的，认真拍拼为地方，敢若即阵即个水的部分哦，地价真好啦，哦，开足万侪钱去食。啊！我今日讲遮，看有倒一只地，拜托市长甲我答复一下。好，迄个真感谢陈文贤议员吼、哦，对市政全力支持。啊，尤其是地方吼、哦，啊，各种的建设拢非常关心吼、哦。我定学了陈文贤议员是农民的代言人，啊，有那是议会水利专家啦。啊，拄啊听陈议员的质询吼，咱就会当看出你伫水利方面的用心吼、哦，啊，真感谢。啊，你头拄啊所提起的吼、哦，包括。菜市仔的新重建，也是水利的建设，农业、渔业，也是大墩活动中心，哈、哦、啊，我会请相关的局处啊，好好啊，甲你啊配合，哦啊来解决种种的问题，哦啊，感谢陈议员的支持。好，啊是啊，咱今仔日吼，咱陈议员五十分钟的质询，吼、哦、时间到吼，啊所提议案，请议题，请咱大家重视。啊，感谢咱的市长吼，来，咱即马停困到10:30吼。